今天的你投诉我处理来投诉的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张先生。张先生他是看上了彰化有一处别墅以及绿地，也因此花了1200多万买下来，但没有想到这绿地底下竟然埋了垃圾和废五金，让他气得告上法院。来到彰化这一处400平的别墅和绿地，有庭园步道和石头座椅，还有超大鱼池。公务员退休的张先生说，最喜欢的是后院一大片绿草地，准备养老过农耕生活。但种下去的果树竟然都活不成。这个有的柠檬啦，有的橘子啦，都有啊。你看，就这1、2、3、4、5，都是啊。百思不解问邻居，才知道绿地底下有惊人的发现。会轮胎啦，会铁片啦，还有一些砖块啦，那还有什么玻璃瓶啦，很多啦，该有的垃圾都有啦。他讲他不知道。夸张的不止如此，进到别墅里头一看，客厅挑高的天花板和艺术灯，一连几天下雨，装潢全变了样。插头因为太潮湿长霉，直接和墙壁脱离，原本崭新的白墙一片片剥落。这些呀，这些你看，这些那个没有没有，它是重新油漆呀。来到3楼顶楼，崭新的地板全都掀起来。要找那个专家来看，他说这个100%底下一定会漏水，就隐瞒啦，就不告知啊，就到时候这个房子是相当有问题呀。当初的屋况说明表很清楚，没有漏水，没有异样，还是全新粉刷，花了1200多万买，却是这副模样。张先生一怒告上法院，彰化地院判前任屋主要赔180多万。我知道，那都好好的，那个地都很漂亮啊，怎么会？我们以情况交屋嘛，对不对啊？还有我们有两张的那个，就是那个防水保护的那个五年的那个保证书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法官都有看过嘛。提醒观众，白天晚上看屋都得仔细查验，别被美美装潢给骗了。你免付了大笔钱，再打官司也真的是旷日费时。